要看得出来出现了黄金交叉哦，三个世代的经济选民啊，几乎都一面倒挺韩国瑜。志坚甚至讲，他如果赢陈其迈的话，那他就要去跳海。陈其迈他不但空军完败啊，陆军我都觉得不是四年前的陆军啊。张汉俊欠陈菊人情，杨秋兴欠陈其迈人情。今晚11点，而且国民大会。